请这个市长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颗来自于大仙市的这个天灯设计的意涵，它的意义。規模は規模は小さいんですけれども、日本の秋田県大仙市の大谷、同じような紙風船揚げの行事があります。这个是我们那个大仙市的那啊。这个是我们大仙寺哦，本身我们大仙寺在太田这个地方哦，有那个放天灯的一个习俗哦，我们已经100多年了。那这个规模比较小，实际上。